武器神龙是台湾新闻名海外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胡忠信。我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台南市关田区的龙会总干事林振龙总干事，欢迎。胡大哥好，各位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振龙总干事他在龙会工作长达39年，他有兽医师的证照，所以可以说是非常资深，对台湾农业非常了解，同时也是关田区农会的家政事件指导员徐美惠小姐。美惠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关田区农会家政兼事件指导员。好，美惠哈，蔡奇艳美哈，可能台专台湾熊就有四百万人看过美惠哈，所以让他跟大家来介绍哈。我还是要在正式访谈前谈三个观念：感谢土地，感谢农民，感谢食物。心存感恩呐，正面能量散发。同时呢，我也非常遗憾，请看台湾的农业人口已经平均年龄老农67岁，请问在5到10年以后怎么办？于是我们希望鼓励青农回乡，这变成我们节目的主题。当然，我们强调推动身心灵健康以及深耕公民农业教育。比如说，为什么要关田？荷兰时代。就是做官官府的田了，你看都有人文素养哈，所以我来请教这个振龙总干事哈，他非常资深哈，然后他有兽医证照，他几乎啊一辈子都在农会工作将近40年了，他说明年1月1号退休，其实不要退了，退了休息啊哈，继续做顾问指导咱台湾农民，尤其咱青农，我希望你继续来，是不是利用这机会来介绍讲观点哈？是不是介绍关田的人文地理环境以及农业的概况？是不是请振龙总干事向大家介绍？欢迎，请。我们关田哈，明郑时代是关店，那到那个荷兰时代了是关店，到那个明郑时代改干关田，那时候我们那个关田哈，可以说是台南市的中间，中间那我们。周围哈有五个乡镇，南方哈南边哦，是吧？这个善化，那南东南方哈是大内，北方是六甲，那西北方下营，西南方马都，那我们关田哈交通四通八达。我们有铁路、公路、台线，还有那个84线，还有南二高、中山高，那我们交通非常的好。那我们关田哈，那地方可以说得天独厚了。我们那个乌山水、欧仁头水库哈，在我们那边，那它的面积哈有1200公顷。那林地哈，那个护水的林地，他说一保育等地林地6000多公顷。那我们那边哈，那有那个龙眼酒厂，龙眼酒厂是那个一些以前是日系说是酒精工厂，现在做一些像那个高粱啊，鹿茸啊，一些比较高级的酒。关田最大特色是菱角，是我看数据说面积约300公顷，产量4000公吨，居全台之冠。那关田系农作物是非常多元的，为什么关田的菱角是特别有名？是不是来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关田的菱角？我们关田菱角哈，刚才讲过是得天独厚，是那个乌山头水库水源头，那我们那个。地主哈是黏土族，所以那个孕育出来的菱角哈，比较又 Q 又松那美味可口，那我们那个水源头说我们那个水都很非常清洁健康，所以说我们菱角品质特别好。菱角有分两种，是二角跟四角菱了哈，是，而且。这两个是中文说立专家，你们这机会给大家介绍讲两角的跟四角的菱有什么区别啊？作用是要做什么？
林克林，你那个两角的吼，是咱较杂用啦，哦，诶，它使用的方式比较多，哦，那可以当零食，哦，也可以当主食。那四角菱呢，哦，是那个从大陆引进过来的，那主要那当那个主食而已，嗯，哦，煮菱角排骨、菱角猪脚，哦，就这样做而已啦。所以那个四角菱。差不多，他们开花结果跟那个，两角菱不同，就是两一树哈，它差不多两个花期而已，它长出来以后就全部成熟之后全部采收。咱四角菱吼是伫大陆引进过来，哦，啊伊个吼两水花尔，啊伊花成熟了，伊未阁继续开，再慢了再继续开花，啊两枝花尔。哦，所以伊个经济效果较袂遐好，啊，咱两角菱呢，咱个用途较宽，咱会当做迄个零食，买当个做咱个迄个主食，哦，咱个啊菱角菱菱迄个咱个菱角菱吼，迄个用途较济，咱两角个菱用途较济，所以咱个是说经济效益较好安尼。嗯，每年菱角的产季哈是九月下旬到十二月初了哈，是不是请总干事介绍为什么这个时季哈丢席，是这个时准丢席的，请你介绍。因为菱角哈，嘛是在起啊，在能够秋凉嘛哈，秋高气爽的时准，这个时准开始生产，哦，啊到寒天到开始北风来，哦，尤其哈寒流到，啊个一点上严重就是讲，如果伊个毛布哈上过冻。当落迄露水滴落吼，迄长着拢枯萎啊。所以这段时间诶生产期安尼。好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哈，我记得小时候啊，当然这现在不一样了哈，因为我父亲是善化的加拔人哈，他说啊，哥哥曾文熙啊，就是关田的西征啊，西庄了哈，东西南北的西啊，也就是陈水扁总统的故乡啊，可能是。那一代最穷的，讲善告贵家的，我那是当然是那是日本时代了，善告贵家的，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，因为后来因为有菱角产业，好，我要强调这一点了，所以已经早就脱离贫穷。但是这个刚才啊，这个郑龙总干事跟我说啊，那个关田的打波吼，大家拢上好拍拼，哎，这段的数好人知哦，要给都要给关田的打波是不是？是啦，认真拍拼，轻巧是不是？是啦，你当地人安怎讲？那一阵赛争吼。财政遐个时阵啊，大家拢做拍拼，哦，因为透早拢出门，哦，啊，因个像一挂生意人，比如讲卖鱼个、卖肉个，哦，要去财政生意做了，过来阮大头吼，啊，佫会付，哦，啊，以前佫有一个流传，哦，还要过财政，哦，得爱有法当正跳三零含一零，倒跳三零含一零，我当然会做个人过财政。意思讲，体力好，身体好啦，哎，身体好，哎，康。哦，我老爸是讲，身体都较爱有家长咧管理下呢。对。哦，啊，大阿头是，来，稍介绍大阿头，渡船头，大阿头。哎，我们啊，在另外一讲会邀请一个大阿头，姓胡的哦。哎，在渡船头这个渡头啊，也胡伟大姓哈，一个百大青龙胡毅健先生，我们下一场会介绍来。咱大头啥出名？咱大头哦，过去咱有一个名叫做番薯大头，哦，啊，番薯大头为什么有这个名由来吼？就是过去咱一挂平埔番，哦，伫咱关内这边车吼，下尾过啊，说迄个鲜花，哦，安尼过吼，因过用安尼过，上人过安尼过，要过啊去爱渡过闸门溪，所以咱遐有一个大船头，啊，所以就号做番薯大头。哦，真啊，比赛用这个，真啊叫。1970年代开始，拢叫原住民哈，对啊，而且在这个我们的宪法哈，还有联合国宪章讲原住民，但是过去这个有草字头，这是过去的例子哈，所以这个大阿头是很有名。来，我们邀请这个至少100万就有一个叫美惠的李辉来介绍哈，来，咱先来介绍咱大阿定价哈，连阿甲。你的热卖商品先来介绍哈，来，为上一边开始介绍过来哈。啊，这个是。我的手工的菱角米，因为菱角哈，你的保存，然后我给加工加长它的保存期限，然后菱角米你一般我来当做拉面，然后还是做像我现在做上这个凉面，好，还是做大卤面，还是咱青菜冰箱有诶，诶青菜啥会当用诶，买使甲做神锦面安尼，啊，然后
这个我们这个面有50%以上有菱角在里面。请教美惠，我们前面这个有一个菱角壳做的饲鸟，台南市饲鸟是什么鸟呢？这是水蛭，这是我们台南市的饲鸟，然后它是用成熟的那个菱角壳，就像落花生，它是种子，然后下去挖，然后把它皮弄掉，然后再下去画，画一画，那就是变成很漂亮、很轻盈的水蛭。所以是一个对你们当地的热卖商品了、啊。对、哦，然后如果你买这礼盒，里面就有送一只那个水蛭。好，然后其他产品请一起介绍，再过来这产品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是我们现在热卖的，也是非常热卖的菱角礼盒，是真的，我们用蒸汽蒸的菱角礼盒，也是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 Q。还有我们这边的菱角茶，菱角茶是我们跟有机农场合作的，取用他们的壳，然后下去烘焙，然后下去泡的。南瓜香松那是我们关田区农会跟我们关田区的那个农民去做的，然后我们是用南瓜，然后加一些黄豆下去做的，它是素食的，你要包馒头啦，还是喝粥的时候都可以加，是一个非常不错、很健康的食品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请美惠来介绍她做的一些料理。但这个中干熟下的波琼啊，那个水蛭的饲料，你知道这个人文知识怎么介绍？为什么用水蛭做饲料啊？那个水蛭哈，是我们本土的哈，本土所产生的那个鸟哈，那它很特殊哦，它每年现在这个时候菱角在生产的时候，它正好都在繁殖期，特别漂亮。那它很特殊，那是母系社会，那个母鸟哈负责生蛋，公鸟负责孵蛋。那很厉害哦。多病的哈。哎，做厉害哦。哦，公鸟负责孵蛋。哎，做厉害够惊哈。哎，一个做厉害，一看卵哈，伊拢一边生死粒啊，伊只不会生死粒，就去飞交别只夹。啊，生死粒，伊只讲个。不能的是，伊做哩一看有，唔是伊种的脱掉。哦。嘿，啊，伊即摆起来，伊孵起来，伊个过鸟啊，过到鸟仔惊。哦。啊，过到迄鸟仔惊大只了，安尼伊才离开。哦，无怪啊，关田查甫人要嫁啊，无你饲鸟水蛭哦，爱家男人呢。哦，原来都是这个要买一个放在家里哦。太太买回去挂在先生的卧房里面，然后要学水蛭哦，爱过瘾啦，好啦。顺便补充介绍你们的最夯的产品好吗？菱角来看，中央先来介绍。那个菱角吼，会使讲哦健康啦吼，啊，个也做系安全。啊，咱的菱角吼，啊做伫水源头，较早讲过啊，咱的迄个水质非常好，哦，地面非常好。啊，咱的菱角吼，然后菱角吼香槟巧啦吼，亲像金莲宝啦吼，啊，嚼了健康活跳跳，啊。咱的迄个菱角吼，啊，这会种最专心的，在咱数量上济，啊，品质嘛上好。对身体有什么帮助？对身体，伊吼伊有啊，这有机质成分真高，啊，多糖体，拢真高，啊，磷钙，迄个成分拢真高，都对身体非常好安尼。好，菱角对身体非常好，过身体哈。我们也特别介绍哈，这个家政妈妈了哈，米维哈，她有做两道料理来。我先看看，这是对，因为这是你所做的那个，这是米嘛哈？对，凉面。啊，这是芝麻酱。对，芝麻酱。哦，芝麻酱，南螺哈。哎，啊，然后我叫我来吃，请你介绍，你按哪做好？好来。哦，这就是用我的菱角米哈，然后就是来水滚来穿汤，那我会加一点盐，然后油，然后穿汤个5至10分钟起来，然后。用冷开水把它冲一下，然后就去超市啊，随手可得，然后买个芝麻酱，加个醋，加个酱油，然后就把它拌一拌，放上去。那你喜欢吃上面的配料，看你喜欢红萝卜啦，还是那个小黄瓜啦。我上面有时候我会加个菱角，因为这是特色。如果朋友来，我们在关田，我会加个菱角。就是等配菜，你觉得你想吃的配菜都可以加上去这样子。对。教大家吼，咱都市的囡仔大，唔知边啊背这个菱角，安那背。正常恁伫外口买，已经拢背开，拢背安尼啊。啊，但是阮拢用夹的。阮较真巧，阮拢用夹的，就是对折安尼夹。然后。有时候会用掰的，但是掰你们如果不会弄的会受伤。
啊，所以我们的吃法大约这样子，但哈。哎，中央施工员补充，你老先讲安怎做？咱人工吼，咱每种的规律吼，啊，咱用啊，即个迄个咱的加刀也好啦吼，啊是讲咱用的煎灰去煎啊，吼，对这材质，吼，啊个对这材质啊个间接的白就开啊。哦，白就开啊！啊，咱用咱的汤匙，迄杯啊，凶吼，甲撩起就起来。嗯嗯嗯，这样咧较安全。哦，小时候啊，我在记得在台北街头啊，冬天啊，都有人推着车子哦，卖这个年糕、花生跟玉米。哦，嗯，可能真侪是为你观点来哈。是。还有一道料理哈，这是美惠家政妈妈做的哈，这是年糕甲年糕排骨汤先。对。来，请你介绍安怎做好。来，恁个排骨汤这卡离阮关田算较家常哎，吼，你就是甲排骨买回来，甲伊串烫吼，爱用清水洗洗，吼，然后你若唔爱过火，人你就是用到电锅，吼，啊，甲伊，我迄落甲伊加水啊，加排骨啊，淋加好落。阮农会超市有哩卖迄一斤装的菱角仁，然后你就一斤装的菱角仁，然后一两百块的排骨放进去，然后外锅电锅外锅就是放两杯水，然后让它跳起来就好了，然后加一些胡椒粉啊，然后撒一些香菜就很好吃了，哎，就很可口。不管是刚才那个菱角面啊，哈，还有这菱角排骨都是一级棒的哈，请记得我要替他们行销哈。春节将到，上次我介绍善化。啊，显然隔壁都关店了，容易拆杠，拢有超市，也是农民直销站哦。最后啊，这杯这看了，哎，这不是乌龙茶，也不是，也不是绍兴酒，这是恁在地的这个林家茶是安怎发明，安怎做出来？对身体有咩帮助？恁林家茶吼，恁是用咱啊做迄个有机菱角壳吼，啊，来塑个搭，啊来加工。哦，纯粹干菱角壳尔。好、哦，啊，咱的菱角壳交菱角仁同款，咱的成分，咱也在有机做成分真高。啊，咱也在迄落，哦，迄、那个多糖体，哦，磷钙拢真高。哦，啊，咱这菱角沙吼，非常养生啊。啊，阵吼，真侪人咧食这個，食这也做迄落菱角茶。因为这款的，咱袂使讲疗效啦。啊，不过有真侪养生的好处。嗯嗯，好，最后问题请教总干事哈，你要服务这农会哇，将近40年哈，你有足强的这社会责任，这社会责任是啥物？做结论，请。因为我是感觉讲，咱农民真辛苦啦哈。啊，咱农民吼，咱要种一项产品出来，咱付出的心思，搁所以付出的努力，哦，啊，咱的是咱买，哦，咱投入的本钱，拢总袂当出价。哦，你肥料一包偌济偌济，哦，农药偌济偌济，啊，长播长工啊，一来在迄落，哦，因胖长工偌济偌济，结果咱的时候搞出来了，生产出来了，咱的产品，咱无余个空间，拢由在生意人伫操作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咱应该爱整合啦，哦，是整合起来，啊，咱就当减少这下这中间的剥削。嗯，好，这是一位农会老兵哦，他想想看哦。服务40年，其实哦，迄所有台湾农会知识、农民的艰苦、农民的福利，伊拢记得大家，应该是上好的顾问哦。咱个即个要邀请哦，大头的这个胡益健先生，他把你看这个菱角变黑金哦，这个菱角跟台南第16的月光米结合起来，一种新的品种，是台南最好的香米。我们再一讲，邀请青龙进场。跟大家介绍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谢谢，感恩。